哎，我今天虽然穿了单板鞋，但是呢，我今天不滑雪啊。我们今天去 snowmobile， 就是雪地摩托。对，今天呢，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无人机。雪地摩托的那个人特地约了啊，我们要拍一段航拍，大家这个期待一下哈，期待一下。早就很想骑这个东西了，应该很好玩。对，看看这边的雪地摩托体验怎么样。都在热车了，然后这个就是压雪机，对，它里面有一个那个好像绞轮，先把那个雪稍微给它绞一下，然后后面再铺平，是这样子，非常帅。第一天上班有点紧张啊，哇，好复杂，哎，怎么哪都能看见你，哎呀，这个吧，真巧啊，真巧啊，对对对，大神来了，我一定要来凑合凑合。 对， 对，我们今天都来体验这个 snowmobile trip， 然后呢，这个我们是选这个两个小时的，然后原价是180多，对对，然后你可以问他，哎，咱们付现金能不能便宜一点？哎，有的时候可以哈，不是，不要说是我说的哈，这边呢会给你提供这个靴子，对，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单板靴子的话，你可以用他的靴子，然后呢，这个包括这个衣服，你好，包括这个衣服，还有这个头盔。对啊，头盔的话是不能戴这个这种头盔的。哦，我的 GoPro。哦，对，你没有，它有那个 GoPro attached。对对。然后呢，你可以必须要戴它这种就是全脸头盔。对，包括哈，这里居然还有这个小朋友玩的这个，对，很酷。So, 走一圈 ，How much is this for, like per hour? For an hour? Yeah. It's about $10-$20. 10 minutes, wow. 35, 20 minutes. Wow,、yeah. wow, that's pretty, pretty cheap. We have the other one. 20块钱十分钟给小朋友就在这个这边绕一绕，还是很有意思的。Thank you. 哇，头盔给你一个。很久没戴全脸头盔了。哇，对，他说尽量还是最好要戴一个这个面罩。我就说我还是戴了面罩，据说会有这个血会打出来。我这个嘎子可能对于这个难度有点太大了，有点中间有点漏，嗯，没事，漏就漏了。Alright, all good. Yeah. Got gloves. Yeah. Yep. Everyone's got gloves. Yep. Alright, cool. Everyone's ready. So if you head over to the other side of this hut, there's an ice tower over there, and then all our sleds are out there, and I'll meet you out there in like 2 minutes. Okay. Okay. Perfect. Cool. Yeah. Hand, and what I like to do is I sort of lean forward and then use my whole body when I pull back. Okay.Just like that. All right. There you go. Just a little grab. You hear it revving a bit. Slowly easing. And then it grabs. Pretty good. Whoa. 懂你
还是手很酸的。可能他跟我说是，可能我一开始不太适应啊。但是呢，我发现就如果你站起来的话哈，你不要这样子拎到后面，你站直一点，就是靠脚的力量的话，你手其实花不了太多力气。然后呢，这个捏这个东西其实也挺费体力的。对，不太清楚，就是说如果他说我的肌肉现在还不够，但是我觉得应该还行啊。但是如果你骑得多的话，不会这么酸哈。然后呢，拐弯的话就是我尽量用这个我骑那个 mountain bike 那种方法，就是扭屁股在里面转拐弯，但是有时候会感觉哇要翻过来，其实没有。当然就是说，比如说你往左转的时候啊，你身体往这边 hip 往这边转动以后，脚右边的脚会特别重，往左转的时候有点跟 ski 的感觉一样。对，但是我看他是整个人就是直接就这么过来了，我不太清楚是怎么弄的，但是不过第一次玩真的还是很刺激的，就是那个速度，雪上那个速度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没有 ski 滑的那么快哈，但是也差不多了。哇，太爽了。我们找到了块非常好的空地，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drone set up 起来，然后飞一下跟拍一下。What kind of gas you eat? Just normal unleaded stuff. 87? Yeah, I think so. Oh, cool. Thank you so much. Yeah. Okay, see you next time. Thanks for coming. 哇，这边还有坐这个马拉雪橇，还蛮有意思。哇，好高大啊！真的 ，Big White 非常适合家庭过来，就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能玩的东西。哇。Thank you.
又回到这个加油站，我们加个油。哎，大家觉得我们这次大白的行程好不好玩？我觉得真的是，就是除了滑雪以外，就是很多东西，其他东西我也体验到了。明年呢，我准备把这个行程，或者是就是说其他的，就是说我今年还会去其他很多雪场，把这些行程啊包装成一个小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团，那我就做一个导滑啊导游，再加上啊我会开这个中巴车嘛，所以说我就准备把这个做成一个行程，看看大家有没有捧场。然后呢，我觉得我的优势呢就在于啊我可以给大家这个拍一些录像，然后记录一下，对，然后再加上我对这边也比较熟悉嘛，对，让大家玩的嗨一些。不知道明年有没有人响应哈。